珠片啊，淺藍嘅上身咧，配上雪紡嘅裙帶，感覺咧係相當之清新同埋脱俗噶。跟住咧，上鹽小德嘅就係 Rosemary， 因為我哋顯示緊嘅呢一套古典金色晚裝，吊帶金色晚裝配合咧貼身小透明嘅設計，感覺咧相當高貴同埋華麗噶。到鹽小德嘅就係可以突出咧三明治美妙嘅身段。另外咧，我哋羅浮宮分細城嘅設計師人都係為呢套咁靚嘅晚禮服咧加上一件咧相當別緻嘅披肩嘅。其實咧，披肩上面咧一幅特別嘅布料咧，係可以塑造咧多種嘅造型嘅設計噶。嗱，詳細內容咧，當然啦，亦都可以向我哋在場嘅專業顧問查詢一下。究竟點樣運用呢一件咁靚咁特別嘅披肩，將你配合到唔同嘅造型，有唔同嘅穿著嘅方式。除了我們今天羅浮宮翻新城擺放了過百套的婚紗和晚禮服在我們展覽場館之外，其實我們位於尖沙咀金百里道的外租服務中心亦都是擺放更多接近1000套的婚紗晚裝和男士禮服，這樣的朋友亦都可以趁去到尖沙咀的時候，可以和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去到我們尖沙咀的外租服務中心看一看衣服，亦都可以看一看我們師傅這位以往咁多位朋友做出來的咁多套靚衫和手工。當然我們剛剛看過，當然亦都是帶給大家比較傳統式好高裙設計的晚禮服。首先我們見到上面出場穿著一套黃色吊帶的晚裝，大家如果見到一件晚裝給大家一種相當隆重華麗的效果。為什麼？因為我們配合了光身的眷料營造這件這麼漂亮的晚禮服。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我們在腰間的平擺部分，我們營造了很多 3D 的剪裁，亦都用了很多的布料營造一些玫瑰花的點綴。當然不少得的就是我們羅浮宮婚紗城的造型師為淑娟營造一個相當漂亮亦都是相當貼身的頭飾。整件的晚禮服和頭飾互相輝映，當然不少得的就是我們淑娟甜美的笑容。隆重的晚裝除了是做些為我們演繹的這一套貴族黃色的晚禮服之外，在中國傳統裡面喜慶的紅色一定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十分白為我們演繹的這一套衣服配上 low cut 的裁剪，富有相當華麗和時代感覺。穿一套紅色的晚禮服，很多朋友可能會覺得會穿出來怕著會很俗氣，但是大家看到我們 Samantha 為我們演繹的這套晚禮服穿出來的效果也是相當漂亮、相當時尚，也是相當搶眼的。除了黃色、紅色不少得的，就是很多女士都是相當憧憬帶著浪漫的紫色了。浪漫的紫色背心晚裝配上法國蕾絲加上彩片的裙擺，也都是以光身的原料做出光亮的效果。當然我們在裙擺部分也都是做了相當細膩的壓摺效果，令到這種立體和一種質感更可以活靈活現地帶給大家。在今次展览会入面最值得我们一提的就是我们罗浮宫婚纱城是庆祝我们5周年的景念，特别推出外租套餐服务，亦都是摄影套餐服务是送礼服是给大家摄影上那时候就是穿着的。另外我们全线的外租服务都会有8折的优惠，详细的内容大家都可以向我们在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专业顾问查询一下就可以的了。不知不覺我們羅浮宮婚紗城亦都是經過了5年的光景，不斷不斷得到我們很多的過往的新人和客戶的支持，
所以咧喺今年年团之一嘅公司嚟噶。除咗带俾大家实力同埋信心保证之外咧，亦都系带俾大家咧多元化嘅业务。哦，靓啊！好啦，我哋睇过三个系列嘅晚装之后咧，跟住落嚟都系带俾大家上靓至靓，亦都系带俾大家古典气息嘅婚纱系列。喺呢个环节入边咧，我哋以香槟色为主调，带出咧贵族嘅气态。首先咧 ，Sophie 为我哋演绎紧嘅呢一套吊带嘅款式，仿 Two Pieces 嘅设计，加上咧传统嘅质感刺绣，相当高贵同埋大方嘅。其实咧，直身或者系修身系列嘅婚纱咧，其实而家系喺欧美方面咧系相当之流行噶。大家亦都可以睇到 Sophie 为我哋演绎紧嘅呢一套衫咧，做一个参考。喺你嘅大婚日子入边咧，我相信当着上身嘅时候，真系相当之靓噶。而 Samantha 而家为我哋演绎紧嘅呢一套 Look Up 杏色法国卷料嘅婚纱咧，衫身部分咧系绣上带有复古嘅图案。感到相當古典同埋華麗嘅，特別嘅地方就係腰間位置咧，裙擺部分我哋都用咗一啲壓摺嘅效果，除咗加上一啲嘅繩結，亦都係喺裙擺後部分咧加咗兩朵嘅立體嘅絲花。當然輪到手工咧，我哋喺裙擺部分同埋上身位置咧，亦都係加上咗好多嘅刺繡。喺頸上面咧，就加上咗一個特色嘅配襯。同头顶上面的头饰互相辉映，相当之靓噶。跟住落嚟啊 ，Rosemary 为我哋演绎同系列的法国古典系列的婚纱，亦都系贴身的直身设计。高級加上 lace 的日本珍珠也可以提出一種心靈上一種幸福的感覺，因為鑽石帶給大家永恆，珍珠帶給大家幸福。所以我們羅華公婚紗城都是將不同物料的元素擺放在一件這麼漂亮的婚紗裙上面，帶給大家不同的寓意，帶給大家不同的祝福。大家亦都可以趁住呢段時間咧，或者係完咗操嘅時候咧，向我哋在場嘅工作人員查詢一下，因為我哋今日擺放咗好多嘅相簿同埋造型照咧，俾大家做一個參考。其中咧，大家亦都可以喺佢全新嘅相簿入邊咧，睇到我哋今年咧投資過百萬嘅全新景點，包括即是一套咧相當華麗嘅婚紗，亦都係我哋羅浮宮婚紗城帶俾大家第五個環節珍珠婚紗系列。这个系列的婚纱亦都是在工艺方面相当流行。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加上了传统的设计元素，着重是婚纱的车花图案和名贵的布料。时兴复古，我相信大家都略有所闻。所以我们罗华宫婚纱城都希望趁着今次的展览会期间带给大家一种时尚的触觉。Samantha 呢为我们演绎紧嘅一套婚纱咧，简单嘅款式，吊带 A 拉嘅设计，我哋系加上咗六幅裙嘅裁剪，上身同埋裙摆系钉上咗珍珠同埋绣花，带出咗新娘子嗰种瑰丽嘅姿态。全套嘅衫裙咧，特别之处咧就系花卉嘅图案，相当简约，系相当之自然嘅。当然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我哋米位 model 头饰彩面嘅配衬啦。就好似 Sophie 为我哋演绎紧嘅一套衫裙，六幅裙设计，刺绣咧螺旋纹，上身系 low cut 嘅钉珠，配合绝不花巧嘅裙摆部分，优雅自然，再加上咧裙嘅以花蕾式为标。